我刷了起来，全部继续安排的各种玫瑰。啊，这是咱的毛道一轩，从南店全部发去，邀请好朋友继续做欣赏哦。来，影片哪看？掌声鼓励哪吹落去哦。咱双人所看的月圆，若亲像欢喜着咱情意甘甜，为怎样今日孤单站在故乡的山边？是薄薄月白，化阮心稀微。咱何以的表情，谁知影今夜对我偏偏这无意。在异乡所看的月圆，阮就是想起着咱情意甘甜，放下着事业一切，希望家己的再见，真无。温馨。